南台科技大学里，今仔日5月16日，交鼎泰兴业宣布签署实施合作协议，为学生提供就业期间宝贵的实践及机会，帮助学生们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的先机。此次合作协议签署，更标志着两间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建立。为南台科技大学学生提供全面实践性的校外实习的机会。南台科技大学校长吴成文表示：“好，我们跟鼎泰兴业合作哈，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哈，在学期间就可以了解到将来他们就业的环境，并且了解到现在全世界汽车发展的趋势，在这么好的这个国外进口的这些车辆当中，我们看得到。”车辆的智慧化、电动化，让学生实际在现场了解，这个对学生的教育非常的重要。南台科技大学校长吴成文指出，非常荣幸交鼎泰兴业达成这项重要的合作。此次的合作将为阮的学生提供宝贵实习的机会，为因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相信通过鼎泰兴业紧密合作，学生们呢将会当得到宝贵经验和机会，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。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。